Hello， 大家好，我叫雪芳，来自台东。大家好。对，我对，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到那个铁花村，也是第一次在台东除了家以外的地方。对，这是第一个地方。对，所以我对台东其实有很多的不熟，尽管这里是我的家乡。大家介绍一次，我叫林雪芳，母语名字叫萨万，对，你们可以叫我萨万。然后我是来自台东大武乡大竹村爱国埔部落，是台湾族的。有人去过那边吗？有人去过吗？那里很有名哎，很有名。应该都只有经过而已吧。就是经过不敢进去，是怕会迷路，因为山路。山，对，都是山路。然后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土石流这样。好，来开玩笑。因为我们那里已经很少会有人出没了，就是年轻都只剩下老人跟小孩，然后年轻人都已经搬到台中去工作。所以我也是台中的一份子，就是在台中旅外的青年这样。然后今天看得出来我很紧张哦。今天这是我第一次，真都是第一次唱我自己的创作。因为之前有很多有关于合约，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不能唱。对，然后今天能在这里一次唱给大家听。然后接下来呢，就先介绍我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叫《绝对》。这个是在我刚跟公司解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一毕业。我就签了一间经纪公司，对，当时觉得家人们都觉得，很棒，对，总女儿唱的，就是终于有机会这样。但是签了之后呢，我爸就生病了，对，刚签就生病，然后是癌症的末期，对，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就是末期了，但到现在还是好好的，只是在这几年这两年当中，我们家包括我身上我的朋友都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都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乐观，所以就都很平安的顺利的解决了，对。然后这首歌最主要就是讲，其实很多事情的发生都不只是好与坏这两个来评论的，对，不是这两个，不单只有这两个可以来评论这整件事情的发生。像我爸爸生病，我们会很，你知道我爸爸开刀出来的时候，他清醒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我觉得我好像中了乐透，对，他觉得他像中了乐透一样，因为他在生病发现生病之前，他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对，然后像我们家的信仰，他有好几次就是都很就是因为脱离了信仰，然后过得很。所以今天这首歌曲呢，献给大家，叫《绝对》。为什么比较乐观呢？哈？什么？没有，就是刚听完你的故事，觉得要乐观。对对，就是，反正就是
啊，事情就这样发生在那里了，那干嘛不乐观一点去解决呢？对啊，当初我你看一年多了，都是用这种爸妈一直灌输我们说，你不要难过，你们不要因为生病或是怎样而难过。对，这是我们家一直以来的这叫什么？算态度家训这样。好，废话不多说，现在唱这首《绝对》。哦，忘了介绍这首歌，它有一首有一首那个。因尼古尼古萨古木奇木奇吉古吉尼萨西亚努巴，那个是我爸爸小时候，他很喜欢叫我们姐妹做家事的时候就因尼古尼古萨古木奇木奇吉古吉尼萨西亚努巴这样，啊，选到谁就要去做什么家事这样，对，为什么加这个进去呢？就说没有好与坏嘛。对，我选到了这个之后，选到了我了之后，说不定我现在做了，现在轮到我做，对我反而是好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好，先唱这首《绝对》。
情我去给过给你三十一样的饭哦大大